阿仲去去留他电话号码，仲不跟，让我跟他回家。听说你也相信爱上过大，让我无法去吧。哦哦，啊，最后转眼的原因吗？老婆，我想跟你说个事。嗯？什么事？你说啊。刚刚我去登山算命，那个算命那个说，建议我换个老婆就能发财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想不想我发财了？那我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吗？影响你发财？也没有多大的问题啦。其实他说你牙齿漏风。漏风怕什么？不用财就行了吗？不是啊，那我不接受他的建议，必须不能接受。好。你想要懂我谁不能够给你，我算不我能给的，谁要如是你想要拥有的。有人哦。